我见过这样的画。广漠里头有座山，山内满壁飞仙，真真是画尽三千浮生。先生，那可也是您的手笔。三千浮生，少年人，你大约是认错了。我的笔只画得出一个人呢。静于西面光梦梦，莲花小溪清明落落，青玉彩里明月波，晨月归西又闻是萤火，昨生此世西行云啊，色孤清沙西披起落，我叫兰溪解毒若，三千幻语作诗上一刻。